今天给大家处理几条青花鱼，我们先放一边。处理青花鱼，直接从它的鱼头的一个弧度丢进去，抛接双脚，然后按住上面，一刀拉过去。同样的，翻过来，刀斜进去，抛接双脚，一刀拉过去。放这边，现在我们把剩余的几条签全部处理一下。现在我们把它的肚排取一下，取掉它肚排，直接刀砍进去，一刀拉过来，这样的话就干净了。这样的话，一个青花鱼的一个分割大致已经完成了，稍后我们再腌制一下就可以做成刺身。祝你每天工作，喜欢老铁，双击关注，感谢。